见了没有？哦，狸猫，小狸猫，素国公请自重。你姓薛？你认错人，我姓江，单名一个狸字。江二娘子，我这可没有什么丫鬟的名，这是一位夫人，叫阿姨。素国公，你脑子呢？你刚才是在骂我没脑子？对，素国公管的未免有些太宽了。我若管得不宽，你回得来吗？薛芳菲，你不要这样生气。阿离，狸猫啊，被人捏住尾巴的时候，就是你现在这副模样。素国公，你跟踪我？在江二娘子眼中，我就是这么无聊的人。再不说想要治好这少林贵人。你还说没有监视我？若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必定有一命偿命。殉情？阿离，看清楚你眼前的人是谁，别胡说。萧红，你不会是对他起心动念了吧？你又想说我在跟踪你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阿离，阿离，吃醋？你是在对我发火吗？不行吗？那你骂的也太好听了。你，那日你在青楼见到的人叫乌兰，他是小桃红蹦出的同伙，他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解释？你是萧了？要不要紧？什么意思？撞一撞你对我开口的胆子。我根本不是江离。我知道你是一只小狸猫。那就是新晋状元的夫人，怀乡第一才女，长得漂亮吧？认识你这么久还是这么没正形。这样比较讨人厌吧？素国公还真是独特。笑一下。我已经没有家了。巧了，我也没有家了。这个倒挺重，说不定日后我们殊途同归。同归是你说的，我这个人命奇，你大胆一下。江离这个人你随意说吧。这个怕是错的。所以伯伯，怎么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愿为素国公效劳。